Cha Vivi.叫咱大人活到百二岁以上，好不好？好、哦，以上哦，哦，喜妈妈、黄妈妈活到百二以上哦，他们讲台亲，讲台亲哦。啊，咱台湾省哦，超过65岁，大概有300万啦，哈、哦，啊，有大概1/6有啦，较行路较方便啦，哈、哦。来，咱看这個原因就是讲，因为这有在跌倒，哈、哦，啊，口腔啊保养啊，好运动，哈、哦。因为这个刚刚戴眼罩的，哈、哦，大脚细脚，哈、哦，啊，要衫啦、鞋啦，吼，戴眼罩咧，行到咧，吼，嘿。啊、你看得去啊，得去啊，唔该得去啊，本身就摔倒啊，你看，哦，所以咱唔通遐片段，头头行，头头行，加行两转、三转，不要紧，哦，啊，厝的迄台用紫黄、紫黄金了无？哦，唔通用这吼、個，唔通欠哦，这边欠嘛就唔办啦，这古啊较早吼开解业吼，我摔倒三届，反正都无关，我可能就好去啊，加上我嘛第一届摔倒，真危险，这是没有紫黄效果吼，这真危险，啊，这医工想我买。有无？那虽然讲啊，行牵脚床也足危险的呢。有啥危险就滑倒啊！啊，两边洗完澡以后，里面也有迄个什么泡沫滚滚，出来滑倒吼。所以啊啦，直接没有意感，对不？强得个，而且我要紫外线，对不？我们讲惊你遐搞，吼、哦，这条交通边看拢袂滑倒，我嘛是巧的吼。哎呀，这个放个手把有无？看来讲这白牙呢，吼、哦，啊白牙。压力很大，不是容易滑倒，是用个手把，对吧？加个手把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地方比较低呀、啊，好、啊，我们就很聪明，去家乐福再买这个，哎，我加长过，加长过，这样就好很多啊。开管，开管哦，男生也有好处，比较不会那个碰到那个哦。不然，洗澡的时候哦，不是洗澡，睡觉的时候我会放一个这个，万一跌倒下的棉垫哦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是运动伤侪啊，来。那你困哦，想讲卖讲拢暗去啦，哈，伸手不见五指，啊，这危险没有，哈。想讲是爬起，就是赶紧起，啊，无想无安尼，根根，无根根，无松根，啊，无安真危险哦，哈，过来。咱看这，这是其实有点点火哦，啊，你看袂出啥物件对无？这体重机哦，你看，点点火看袂到对无？打开，就体重机了。儿子女儿顺便捆一件，连体重量体重这一招啊，可以加。你要是另外无开专工吼，你唔知体重机，叫人把头偷去啊，对不？哈、嗯。啊，无开手机，啊无开气棒球，啊无时阵在耍，啊规下拢看袂滑倒啊。所以根据统计，啊滑倒有一半伫咱厝内。别人意识不对，哈、哦，要注意哦。这巴士，什么意思呢？我当官员买巴士，高点起金锁，高下晡两点就点灯。虽然食你困，但你睡是寒天，就较袂顺眼，顺眼较无好，较倒较凉。再一个讲白天，无入去小弟，就去上厕所，有可能滑倒，因为你的睡是凉凉，较无你行。哦，啊你无白甲你去烧着，你若啉冷着无效啊。你看你这个肉是要解冻，啊，开始微波炉烧烧，无按30秒着无。所以你爱想要白甲坐咧，啊，咱啉着烧着，像啉200cc， 你冷着效果嘛较无好咧。啊，啉烧着，哎，迄个烧着，缀袂行，倒行，甲会痛着无吼。所以大概白甲坐，坐到3分钟，中间啉着200cc 的温热开水，啊，手按下。我来试试，让修养好一点，背起来，慢用背起来，哒哒背起来。啊，你行路吼，唔当昂首阔步哦。啊，你万一滑倒就危险的，哦，都是偷什么的呢？我这样走路，如果你要跌倒的话，机会还有，对不对？不行，这是时间的呀。哎，对，我背起来拢给完成哦，解到3分钟，防范你们修的，安尼哦，这最重要的吼。这是爬起来，有伫眠床坐3分钟，啉烧茶200cc 的香甲酒，啊，无拢啉茶啊，拢无啉。哦，拢无啉吼，嘿嘿，好无吼？咱讲咧，咱今这个课吼，确实等于厝的，如果特别秋天寒天嘛，爬起来，慢吼，爬起来做你流水嘛，
皇宫急急所要放的拢向走去啊，向我爬起，你的血伫脚，我着马上走去脑部，咱一连推啊，对第一楼到十二楼马上要三十秒，啊你往爬起就稍微厕所，不可能开到会放个脑部，加些起坐性低血压，啊是讲开伤了心肌梗塞，吼、哦，所以寒天同款啦，热天嘛是安尼，请大家倒咧，吼、哦。我就是他换一下吼，他安尼换一下，换到三十秒钟吼，他达到八页，吼，达到八页，达到八页，啊，这名称吼，吼，这部分我讲，八页名。